你再说一句，再。这种制证方式不，你要是不愿意发表执政意见，你就下一位辩护员来。这种制证方式不符合规定。下一个，不符合规定。发现。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，叫你发表执政意见，你在说什么东西？你站起来，现在对你进行训诫。按照法庭秩序，我就把你赶出去。什么人？我们都不同意这种什么人？我们都不同意，都出去！不同意都出去！我不同意这种执政意见，都出去！好，出去走。我们没办法出去，什么人？一组织的，一起办的事情，怎么？快点，让我们你们。你们如果不同意的方式，可以退出去。如果这样子的，他至少要提供这种请假吧，我觉得。法院执行部没有给你。在行政前会议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你进来了。被告人，你执政了两方，你执政过来，这里下一个辩护人。什么人？别我说了。你把你的这个意见记录笔录好不好？你把你的。